海豚。你们能想象这么小的一个姑娘钓出一个2米8长的海豚吗？2.78米的尼莫鲨。哎呀，888，我这个鱼很吉利啊，高低给它拿下，好吧？哎呦，还会换呢，跑不掉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慢慢来，我不急。大白鲨你也钓得上来？还是4米长的大白鲨。传统鱼缸里面把我之前的鱼虾、海马都给拿出来啊，他们都不配和我们的大白鲨放在一起。你是4米长的大白鲨，那我得是个高5-6米的巨人吧？嘿嘿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阿姆西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 Steam 77%好评的牧场模拟游戏《尼纳诺梦之牧场》。和特利的兽人、精灵、恶魔、吸血鬼做邻居，通过饲养动物、钓鱼、挖矿来赚钱。然后呢，和村民们一起建设村庄，并吸引新人加入。如果有心仪的对象呢，还能和他谈恋爱、结婚。当然，这个游戏最核心的玩法呢，还是在牧场上面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只能买小鸡、小羊、小猪、小奶牛、小蜜蜂来养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往它们身体里面插东西，插完之后呢，它们就变色了。红鸡能够下16蛋，紫鸡能够下水晶蛋，金鸡能够下黄金蛋。更离谱的是奶牛啊，普通奶牛产牛奶，粉色奶牛就产草莓牛奶，黄色奶牛产香蕉牛奶，咖啡奶牛竟然产巧克力牛奶。这些特殊的产品呢，能够卖出更高的价格。此外呢，如果为他们立上专属的铜像啊，他们价格呢还能再往上一层楼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特殊的产品呢，能够用来打造更好的工具，比如铁斧、铁镐、金镰刀、金钓竿等等。这些特殊的产品呢，还能用来解锁新的动物啊，比方说小兔、大鹅、跑泥马，让你的牧场呢变得更加的丰富，赚更多的钱。每天6点多起床，把动物照顾好了，你就可以扛起鱼竿去海边、湖边或者瀑布下面钓鱼。鱼的种类呢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呢还可以把鱼直接卖钱啊，来补贴家用。你不差钱的话呢，也可以把鱼全部捐给村子里面的水族馆，让大家一起来观赏。还可以在家里面放上鱼缸啊，把你中意的龙虾、贝壳、小鲨鱼、海马、水母、小蓝鲸放进去，每天啊都可以在梦幻水世界中醒来。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体验一下吧。它这游戏的背景呢，就是主角在城市里面啊，受够了那种日复一日的高压生活，选择来到农村，然后开办自己的一个牧场，这样可以过上想工作就工作，想睡觉就睡觉的闲适生活。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就算你回到了农村，他初始只给你几千块钱，想过上你们想象中的那种非常舒适的牧场生活呢，是不可能的。你基本上要干上个大半年，才能慢慢慢慢的积攒一些财富，搞到一些这个动物什么的。这个过程啊是非常耗费时间的。所以呢，我强烈建议你们啊，要么呢通过游戏里面买彩票的方式啊，这里面彩票特别特别赚钱啊，后面会给大家演示。要么呢你就直接通过啊，我们不是城里人嘛，我来这个农村了，那我城市里的房产是不是不需要呢？我直接给它卖掉，换到100多万，有了100多万，我们再来开牧场就会舒适很多了。你们应该懂我什么意思吧？总之啊，你要通过一些途径啊，搞到100多万，然后再来玩这个游戏啊，会爽很多很多。有了这些钱，可以把我们的背包呢先升满，然后呢再把这些动物啊该买的买一买，然后呢去挖矿，直接买炸弹开始炸啊！炸完之后呢，搞到足够多的材料了，动物的这个东西也上来了，就把钓竿直接搞到银钓竿。有了银钓竿，钓鱼就会很舒服了。我们先看钓鱼。
双针鱼漂，一个专注于攻击力的鱼漂，时间会短一点。然后鱼饵是最高级的面鱼饵，969个，随便钓啊，随便钓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蓄力丢到最远，哎，狠狠的钓啊。这个银钓竿后面的话还会有个金钓竿。然后你们看到我现在钓鱼的攻击力没有？一下72。像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呢，什么都不懂，就用最差的杆和最差的饵来钓啊，一次只能钓那么20-30点血，什么概念？只有最低级的鱼啊，你能钓得起来啊。像这种400的，你都很难很难，因为你的杆越差，这个鱼游得越快，你就越难点中。一旦点错，它就扣你5秒钟啊。你差的杆的话呢，秒数本来就少，所以几乎不可能钓上来啊。而每次出杆呢，都会耗费鱼饵，鱼饵还要花钱。一杆出去，如果上钩的是中鱼或者大鱼的话，你根本就钓不上来，白白的浪费鱼饵。而小鱼呢又不怎么值钱，总之就是特别的折磨。但如果你从银钓竿加最好的饵开始钓的话，那就非常的舒适了。看完钓鱼，我们来看一下牧场。这个牧场有一点可惜啊，就是它不能联机啊，它不能找别人来帮你管。我想把这个鸡场啊包给云之极啊，把这猪场包给人间啊。把牛场包给 EVA 啊，是不是？我就自己每天钓钓鱼，剪剪羊毛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弄了一些稍微便捷一点东西啊，就比方说这个东西，它管着每一个饲料箱的，你只需要往这个里面添东西啊，每个饲料箱里面就会有食物了啊，就比较方便啊。你不需要每一个饲料箱这样一个个的去放，包括他们的水池里面蓄水也是可以有一个建筑自动蓄水的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啊，所以我现在呢还需要人工蓄水。目前我牧场大小呢只需要5个水桶啊，一次性就可以灌满。这个猪和我们其他养的什么牛羊鸡不一样啊，牛羊鸡都是有产品产出的，只有猪每天什么都不产。他们产什么呢？产自己的肉。就比方说现在啊，他们经过了3天的成长，已经是长成了成猪了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这个插件啊给他们插上。比如猪里脊、猪颈肉、猪前腿肉，这3种肉给他们插上去之后呢，这个猪身上啊就只有这一种肉了。就有一头猪呢是浑身的里脊，有一头猪呢是浑身的腿肉，还有一头猪呢是浑身的颈肉啊，就是全身都是脖子。就有点奇怪啊。我们来到屠宰场，送你一罐蜂蜜，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白毛妹子，我很喜欢，但是她的工作却是切肉。委托屠宰是要花钱的啊，就我们这边8只猪，买的时候多少钱一头啊？好像是3000还是5000啊，然后屠宰还要小10000，所以你没点钱是当不了牧场主的。确认完毕，让动物们上车。哎，8只小猪刚刚成年，就让我们拉走宰了。我们刚刚屠宰那一波呢，需要几天之后才能送过来啊。但是呢，我之前已经屠宰过一批了，你看它已经是送过来了，6份5花，6份猪颈，6份里脊，6份猪前腿，12份肉类脂肪，还有13根骨头。脂肪的话就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啊，炼成黄油。什么黄油？猪油啊，猪油。后面猪油的话呢，可以和鸡蛋啊变成这个蛋黄酱，哎，非常完美。来，我们找到这个卡鸭，购买一下动物。这个鸭子是我刚解锁的。我们后续的很多升级都需要它的这个鸭蛋啊，我待会儿回去把这个鸡稍微卖掉一些啊，因为这个鸡的话有点太多了，捡蛋也是很麻烦的。2、6、7、8，一般养东西至少8只，每种2只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新动物，这个鸭子就是我用4种蛋各7个解锁的，然后这个鹅的话呢还需要用这个鸭子的4种蛋解锁。山羊这个奶的话呢我还稍微差一点点啊，马的话也是需要这个不同的羊奶才行。火鸡可以解锁了，就用我们这个肉啊。肉牛的话需要用火鸡来解锁，那我们就先解锁火鸡。能看到阿姆西和肉欲之潮逐渐成长，我真的很开心的，我也很开心的。然后这个兔子需要这个羊毛，我们这边还差一点。最后面这个羊驼的话是需要这个兔毛啊。用牛奶做的芝士啊也已经做出来了，那这个芝士暂时有什么用呢？我们来这个厨房看一下。按照食谱料理，我目前呢只解锁了那么几个，其中这个拉面呢就是需要用到我们这个火鸡蛋和火鸡胸脯肉的。哎，我只想说这个拉面拿什么盖不好啊？比方说我最爱吃大排面，直接用猪排嘛，不就很好？
你搞个火鸡，火鸡它能好吃吗？是不是？还放金针菇，明天见。寿司金枪鱼，冰淇淋是用鸭蛋做的，鸭蛋加马奶，饭团是大米加盐啊，合理。甜甜圈是鸭蛋、黄油、食用油和面粉，煎鸡蛋就是食用油加鸡蛋。食用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了，所以说我们是可以自己煎蛋的。不过属性的不是很好啊，所以呢，不如还是去买这个拉面啊，虽然说很贵了。我们把家里面攒的一批这个蛋呢拿出来卖一卖啊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紫水晶蛋、石榴石蛋、黄金蛋，这个蓝宝石、红宝石是需要我们后面去升级建筑的。然后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升级建筑用的。蜂蜜可以先卖掉一批，我目前见到 NPC 基本上都是往他们嘴里面塞蜂蜜啊，转换度涨得特别快。芝士也卖一份，看看什么价格。海鲜也没什么用了啊，卖掉。好，剩下这些东西的话我去捐一捐。能捐的全部捐掉啊，这些都已经捐过了啊。好，看一下目前的水族馆里面啊，已经有多少鱼了？哎，你看，八爪鱼对吧？这个是红鲷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然后这个是黑虎虾、海马，然后这是普通的小鱼啊。然后这个是尖嘴鱼啊，具体叫什么我忘了。这个是大龙虾，这里是小龙虾和螃蟹，啊，这边还有一些小鱼。那柠檬鲨该放在哪里呢？哦，柠檬鲨放在这儿了吗？哦，这不是，目前捐的鱼的种类还不够多啊，所以说这边大部分的水族馆呢还是空的。鲨鱼哦，柠檬鲨放在这儿了，然后这边是鳐鱼啊，跟福分差不多的，然后地上还有这个蛤蜊啊，蛤蜊文蛤，这边有水母，等后面我们钓的鱼越来越多啊，包括我们的钓技钓竿继续往上升级啊。这水族馆呢会被我们装得越来越满，我们家里面的这个鸡呢得处理掉了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卖掉，卖掉，一共四种鸡，保留一只就可以，剩下的全部都是鸭子，碎叫，60多个蛋卖了差不多1万块钱，9000多吧，芝士卖了277，说明是非常赚的，因为一头奶牛一天就能产一瓶牛奶。一瓶牛奶就可以产出一份芝士，一头牛一天277，而这个蛋的话呢，一颗只卖100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箱，每天早上所有水桶的水都会自动装满，它就是需要红蓝绿钻，我们目前还差绿和钻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矿山，直接去炸山，哎，不是挖矿了，是炸山。它这游戏的挖矿呢，是要你在乌漆嘛黑的环境中啊。一点一点的这个点篝火或者点火把，然后这样下去，因为下面特别黑嘛，然后你再慢慢挖，特别麻烦啊，远远不如呢你多搞点钱，然后呢买上一大堆的炸弹和篝火，然后怎么办呢？稍微的点上那么一点，看地上这些东西啊，全部都是宝石，然后你就开炸，相信我，这个游戏就这么玩。如果你拿个镐子进来，一个一个敲，哎，我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时候才能挖到我这55层啊！这个篝火的话呢，不用担心会被炸坏啊，它被炸了之后呢，直接会变成一个可捡的这么一个东西啊，你可以把它回收回来，也就是炸弹比较费了啊。当然我这是比较的这个粗糙了啊，就一路炸下来了。你要手细一点的话呢，可以啊，走一点点啊，炸一颗，走一点点炸一颗啊，都可以。地下60层出现了绿宝石，红宝石、蓝宝石呢是从地下50层开始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只剩一个东西，就是钻石。这个是可以挖的吗？哦，能挖出蘑菇是吧？那这个呢？石头，石头，金针菇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食物的话，你就可以带把铲子下来，然后呢，在里面挖蘑菇，边挖蘑菇边吃蘑菇。边挖矿，哎，循环起来了，属于是，就不用担心这个体力不足的问题啊，多香啊！那这不就补满了吗？哎呀，有点东西，哦，出金了，那我估计要到80层才能搞到那个钻石矿了。哎，钻石跟黄金是在同一层的，
一共搞到了56个金矿和5个钻石啊，差不多是个10:1的关系，还有19个绿宝石，很不错很不错。其他的东西呢就不计其数了。我们的篝火基本上是用光了，可以在我们家门口放一个，然后在东边篱笆的入口也放一个。这个篱笆呢主要就是为了阻挡这个杂草蔓延过来啊。这个杂草的话挺烦人的，你一段时间不管的话它直接就把你全部淹没，所以造个篱笆，哎，就可以非常好的延缓它们的这个趋势，还是会长的啊，只是慢一点。材料呢我们已经凑齐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水箱造起来，就不需要我们每天啊都去一个一个的啊把这个水给它装满了，这个活真的可麻烦了。我们就直接放在这个位置啊，一个装饲料，一个装水。右边房间，上面房间，下面房间，下面房间先给它上啊。房子的外形大小不会有变化，但是内部大小会有变化。睡觉前我们先把这里的肉肉拿一下，这是六头猪啊，然后呢放到这个，哎，我怎么把油脂吃了？ What the fuck？ 这油脂我们要炼油的，我的天哪！你们能想象生吃一口猪板油吗？啊，那感觉，12份蛋黄酱卖了4260，一份400块钱都不到啊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背包里面啊就非常整齐啊，你看，四种羊毛，四种牛奶，四种鸭蛋，四种宝石，四种矿物，四种蜂蜜。黄金钓竿要兔毛啊，那这个就远了呀，我还没有兔子呢。金镰刀倒是可以搞一个，还有鸭蛋，金镐子也可以做，金斧子也可以做啊，但这三个东西没什么用啊，我们挖矿又不用镐子，对吧？斧头的话，银斧子其实也够用了。来村长这里啊，看看有没有任务可以做。村长怎么又没上班呢？行不行啊，这村长？这不9点钟上班哦，周六周天休息。哎，你这是畜啊！那凭什么我全年无休呢？一个个的不是什么周六周天休息，就是星期五休息，要么就是星期一休息，星期三休息，星期四休息，每天都有人休息。然后每天开门的时间还都不固定，10点钟开门，12点开门，9点钟开门，8点钟开门，10点钟开门，9点钟开门，真畜啊！不过我们目前牧场里的事情多了，也并不是很在乎他们什么时候开门啊，因为我们处理完过去的时候呢，都已经足够晚了。但你在游戏前期的时候啊，哇，你这个家里面事情可能半小时搞完了，或者说10分钟搞完了，想去买点东西吧，这个没开门，那个没开门啊，就可烦了。我需要一些这个兔子。玩的话我们也快了啊，等一下，我记得好像火鸡可以买了吧？啊，对对对，那火鸡就不和他们养一起了，太乱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每只火鸡4000块，一头猪也才5000块，好不好？太离谱了这价格。这个是火鸡翅膀的碎片，这个是火鸡胸脯肉的碎片，不是。火鸡肉就够柴了，你还让他全身长满鸡脯肉，还吃不吃了？钢板吧那是。进来收一下鸭蛋，待会儿再去把那个毛一收。哦，升级了。升级的话呢，把这个钓鱼的暴击伤害啊，从 1.5 拉到2倍，很关键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再搞一个黄金钓竿，就算是能回血的那个鱼王啊，1000多血的，应该也有机会把它钓上来。1000，哎呦！尼斯湖水怪啊，哎，完了，连续失败2次了。哎呀，就差一个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刚刚我就摁错了，我摁成 D 了，他是右键。哇，我摁对了，就给他钓上来了，好气呀！哎，你们知道这有多气吗？就你去钓鱼蹲了3小时啊，上钩了一条大货，你跟他搏斗了半小时啊，快上来了，你都看着他都已经哎没有力气了，结果你踩了个香蕉皮滑了一跤，连鱼带竿飞水里去了。哦，又是个1000，稳扎稳打。
哎，摁错了，干。到我现在这个水平啊，基本上就是摁错的多，你想摁歪是很难的。拿下，金牛鲨，不是，我在一个湖泊里面钓到鲨鱼，这不合适吧？虽然确实有淡水鲨，但问题是它们也长不到近3米长啊，一般也就1米多。我想钓金鱼啊，我的金鱼呢？锦鲤，哇！看到这一幕的观众啊，2025年发大财，好吧，家里面人都顺顺利利啊，事业高升，学业进步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啊。周一了，终于周一了，而且呢，到了夏天。你们会发现这个草地的颜色都变了，然后我们的火鸡呢也长大了。哎，你这个火鸡，哎呀，就很想让我去抓你，你知道吧？饥荒你们玩过没有？你在浆果丛里摘果子的时候，就有概率出个火鸡啊，然后到处跑，全是金翅膀，变黄了一点，全是鸡胸肉，变白了一点，全是鸡脖子。剪鸡脖子之后，像个普通母鸡了。那个老村长终于上班了，有没有什么新的建筑让我造一下呀？爱面包、小提琴，爱睡觉，爱咖啡、足球。借助精灵力量算出一天的运势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他居然要7个钻石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商贩定期访问村庄，还会有特别的商贩。哎，这个好啊，五花肉我家里有啊，鸡蛋可能差一点。咖啡厅，哦哟，这个居然要铂金锭加妖精石，见都没见过。这个缆车倒是可以搞一搞啊，这些东西我都是有的。缆车安装是够了，这个的话呢，鸡蛋差2颗，蜂蜜的话呢，明天也能搞到啊，所以说明天我们来搞这个，今天先搞缆车。可看穿一切的药水，哦。我记得这个村长好像有个女儿，啊，但是我也是妹子啊，这些看了也没什么意思，是吧？都一样啊。找到缆车了啊，就在我们家上面，可以直接一路坐到山顶。但问题是这段路它也不长啊。这算是开发个旅游项目是吧？诶，星光碎片。哦，原来在这儿捡啊！星光聚集而成的碎块，月光聚集而成的碎块，肯定是后面升级用得上的啊。哦，鹅也可以养了，山羊也可以养了。哎呦，那我这个空间有点不够了呀。羊下面的这个房间呢，我们就拿来养山羊；鸡下面那个牧区，我们拿来养鹅；牛下面那个的话呢，就拿来养兔子。然后呢，还能再余出一个格子啊，也就是在牛下面的。然后这几个东西里面呢，都不需要放上这个水和那个饲料了，因为那东西应该都是全瓶喝的，全瓶吃喝，所以只需要最上面这一排摆上就可以了。先买大鹅，5678 ，OK。再买山羊，5678。最后啊，再买到我们最关键的兔子，5678 ，OK。今天农场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去钓会鱼，看看能不能钓到比大白鲨更大的金鱼。哦，1200，慢慢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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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成功拿下，一个1米6高的妹子手持一个小小的钓竿钓上了一条27.8米长的蓝鲸，世界上最大的动物，就她这个臂力绝对可以和史蒂夫比一比，甚至比史蒂夫还要强，因为她身上也可以装满全部的那个金锭啊。生吃蓝鲸一整头，加40点体力和31点的饱腹感，
你让拉面怎么说啊？一碗拉面比生吃蓝鲸长得还多是吧？就离谱，二三十米长的蓝鲸就这么一点点。我这个鱼缸还是个高科技鱼缸是吧？带缩小术的，那其余也不配跟它关在一起啊。大白鲨吧，大白鲨跟它关一起。然后是这个旗鱼啊，然后旁边是这个柠檬鲨，但是海豚、海龟啊，它虽然说是甲鱼啊，但这个样子我感觉像是海龟啊。还有最后一只锦鲤，我们的兔子可以剃毛了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长大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给它们插点东西了，让它们变成五颜六色的兔毛。兔兔的碎片呢非常正常啊，是黑兔毛、黄兔毛和粉兔毛啊。果然产奶的都有问题啊！你像它这个山羊，插上去之后呢，可以得到哈密瓜味的羊奶、蓝莓味的羊奶，还有桃子味的羊奶。好家伙！然后呢，我们把位置换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地方上面是牛嘛，你们两个都产奶的话呢，就放到一起。因为要做那个黄金钓竿嘛，所以说黄金不够了，我来地下矿里挖。居然在地下77层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，那这个地方会不会有特殊的鱼啊？哎，非常合理吧？应该会有那种不长眼睛的鱼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墨西哥直鲤，哎，这果然是没有见过的鱼哎。你们说我有没有可能钓到个什么鸭嘴兽之类的呢？洞穴神仙鱼，只有24毫米，看它这个外形有点像娃娃鱼啊。在没有水的地方，它的鳍可以当那种像手一样啊，趁着这个洞壁往上爬。它可能在这个洞穴的不同位置啊，会有不同的这种特殊鱼啊。我们这层的话呢，它就只能钓出，哎，我刚想说只能钓出这两种鱼啊，又出了一种洞穴虾虎鱼。之前我们在77层看到的那个地方呢，它是留了一个门的，可以钓三种特殊的鱼。但是这个黄金锭好像烧的有那么点慢啊，四个也够了，只需要三个，再加上这里面一个，五个，那算了，我就等三个吧。哎，我刚刚不是搞了四个吗？怎么又有四个了？难道说，我拿这个铜锭先来测试一下啊？我拿三个对吧？我关掉，你看三个来了是吧？它里面还是85个，我敲完了，我直接烧黄金锭然后去卖。黄金锭能值多少钱我都不敢想。终于这边烧了三个黄金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右键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呢把这个叉叉关掉，这三个进到了我们的这个背包里，现在变12个了，里面三个还在啊，甚至烧到第四个，然后再拿出来再关掉，再拿出来再关掉，再，哎，不能左键拿，左键拿的话就全部拿出来了，就这么一会儿我已经有24个金锭了。正常来说，我的50个黄金矿只能烧出5个，加上我仓库里的一个，只有6个，这就已经翻了4倍了。哎呀，通关了呀，这不已经通关了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这个黄金钓竿啊先做出来，它只要3个黄金啊！哎呀，太便宜了！有没有更加豪华的呀？用300个黄金锭做的这种东西？再把金镰刀做出来啊，要5个金锭、3个铁锭，然后一些鸭蛋。一套黄金搞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发现啊，它又解锁了铂金套，铂金锭加上草泥马毛。黄金到铂金是加了5秒钟和20点的攻击力，然后银到金的话呢，也是加了5秒钟和20的攻击力啊。老村长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让我们村里面搬来一个热爱面包和小提琴的居民啊，搞一个搞一个。本来呢我还担心就是这个材料够了钱不够啊，但是我现在有无数的金锭啊。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去钓下鱼啊。作为一个钓鱼佬啊，你就是要这个经济上完全不担心啊，你才能沉下心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啊，去钓你想钓的鱼，去思考你想思考的人生啊。哦，这个鱼好像还可以啊，应该是条鲨鱼。好，3.46米的情杀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873，这又不一样了。
大成功拿下。2.64 米长的曼波鱼，虽然曼波鱼这个名字好像有点陌生啊，但它这个长相我很熟悉，这不就是那个翻车鱼吗？家里面的鱼缸正好没装满啊，把这个放进去啊，这长得像安康鱼一样的。翻车鱼，你和这个锦鲤在一起吧，你们一个锦鲤代表好运，一个翻车代表，但是这个翻车鱼太大了，它把锦鲤挡住了，可恶。哎，我没注意看，哎，金锭卖了多少钱？好像才卖了4000多块，一个金锭200多，这么不值钱吗？新邻居来了，布雷德蒙 ，Wonderful， 真是座安静的牧场，我很满意啊！真的安静吗？这么多蜜蜂，它能安静得下来？我想是我在安静的村庄里面烘焙着面包，所以我来到了这里。那你来错了地方啊！小提琴啊，我最喜欢小提琴了啊！又 wonderful， 院子里拉小提琴，记得来听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这么多人，后面还有这么多可以认识啊。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呢是这个米亚啊，就是那个肉铺里面割肉的屠夫西施。哎，我准备把他给泡了，后面跟他结婚，女应该也能结婚的啊。她也很漂亮，而且很年轻啊，叫希拉，是我第二喜欢的妹子。鲁妹啊，这个鲁妹的话我觉得一般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就这个耳朵太长了，眼睛太大了，有点比例失衡，她好像是个精灵啊。这个希拉的话呢应该是恶魔啊。好，我们进来的话主要是找这个威廉啊，威廉的话呢是可以申请背包的啊，但是我已经申满了嘛，然后呢可以买一些这种杂货用来做菜的啊，但是我都懒得做。那么他还有个作用呢，就是买彩票。我们现在还有18万的钱啊，我们就把这18万全部花光，你们猜猜看能不能中得到啊？之前我买过几次啊，最多一次中了5000，就一张票中5000啊。它的最大奖呢是100万、1000万、10万、100万、100万啊！如果你能在游戏前期花1000块钱买一张，然后中了100万的话，那你会玩得非常的顺利啊，就像我们一样啊。当然我们是哎靠卖掉了城市里的房产，然后得到了这100万。那我们这边啊就直接买9张啊，一次性只能买9张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买20轮。看一下如何，它是这样刮的啊，它要2张图片一样就可以得到后面的钱啊。比方说这边如果是2个羊驼的话，就能得1万。我们全部刮开，你说10000不给我中也就算了，你1000都不给我中一个啊？这还有20万的，兔子和鸭子，还是兔子和鹅呀？应该是鹅啊，再买。拉满，全部刮开，哦，漂亮，10000块。但是我们买2轮的话，已经花了快20000块了，所以说还是亏的。但是不要慌啊，我可以亏无数次，但我只要刮出100万，我就赚了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现实里面你一般也不会这么买彩票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好好的爽一爽。哦，这边应该是2匹马啊，得了10000块。感觉和现实里的这个彩票差不多嘛，就如果你去买这种刮刮乐，你买100，也比方说你花个10000块钱啊，差不多你可以回本个50%左右，低一点的40%，高一点的60%，反正就在这个区间之内啊。哎，我们现在在这里面买好像也是这样啊，就是买2轮你可以赚1轮的钱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一轮应该是不中啊，咦，运气不错啊。哦，然后你们看这个地方。100万票，看到没有？如果里面不是一个火鸡一个马，而是2匹马或者2个火鸡的话，我们就100万到手了。当然10000也不错啊，也不错。哎，感觉让我看到希望了呀。1000，哎呀，这1000就不太行了呀。1000意味着我们亏了8000，10000的话意味着我们赚了1000。5000意味着我们亏了3000，我们现在已经稳稳的亏掉了60000块了。哦，多少？买之前我们是16-17万，啊，花了这个3-4万、4-5万下去，然后中了个20万。你没看我好像现在牧场里面
养那么多动物啊，但是那些产出的我都是拿来升级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把它们卖掉啊，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我一天大概牧场能产出多少钱。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啊，我之前养鸡的时候一天是可以赚1000多块钱，十几只鸡一人下一个蛋嘛，那我现在有这么多的动物，给它翻个10倍吧，好吧，10倍就是一天赚10000，就算你一天赚10000你也得赚20天，还没有算成本，所以说20万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啊。但是想让我收手，没个100万停不下来，又中10000，哇，你想把你的钱花光是很困难的，发现了吧？啊，我天哪，怎么办啊兄弟们，钓什么蓝鲸，养什么牛，妈耶，48万了，太夸张了吧，你这个概率让努力工作的人很小丑啊，真的，这游戏的真实名字不会是叫彩票模拟器吧？又赚6000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我刚刚赚的是6000吗？我怎么变成60多万了？又赚了个20啊！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我的妈呀！那差不多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搞个10万啊，搞个10万左右，你就可以疯狂的买彩票了。因为我们之前大概也就是赔了那么5-6万吧，6-7万的样子啊，就直接中了20万，然后再中个20万，然后再中个20万。像我们这种手上有60多万的，你买一次才花不到10000块钱，你能买60多次，怎么可能输光钱呢？对吧？绝对不可能。运气好的话，直接出个100万，想买什么全部买下。100万其实也做不到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的。我们身上的那个食物啊，100份其实就很贵的，然后的那个炸弹啊，炸弹什么的也很贵的，400一颗吧，你自己算啊。所以100万其实也不多。你这样看的话，20万其实也不多，你又中20万。完了，我麻木了，兄弟们，我已经麻木了，我已经麻木了，我从这个16-7万一路买彩票买到80万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就是喜欢买彩票了啊，他确实就有一种奇怪的魔力啊，就是想让你一直刮下去，你就不想干别的，你就想把你的钱全部丢进去，然后给他刮，狠狠的刮。当然，我们这个用的是游戏里的钱啊，现实里的话可千万不要这么干啊。现实里可不是像游戏什么啊，10几万进去，60-70万出来啊，99%的可能性是，我们现在已经中了有4个20万了啊，4个20万，啊，又一个，奖金收获破100万，黄金项链，这个项链是可以戴在身上的。给一个什么移动效果、啊、我看看呢，哦，我们现在走路啊都带着金钱的味道，又一个20万，我操，我真麻了，6个20万了，哎，他这20万怎么概率能这么高的呀？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挖矿都不挖，都是用炸弹炸吧，就是他这里面的钱其实还是比较好挣的，但是呢你不能走正规途径啊， 你一定要走歪门邪道，你知道吧。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不，半个下午的时间，我们中了7次20万，本金翻了10倍有余，就本来10几万嘛，翻到了100多万，120多万。谢谢大叔，大叔我走了，大叔，大叔我没钱再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睡一觉来。嗯，刚刚那哥们怎么像个生化博士一样的？祥和的小镇没必要搞这种东西吧？哦，这个妹子我也喜欢，一桶双马尾，我天哪！但是你怎么取一个叫阿泽的名字？我之前看一个沙雕动画，里面的主角就叫阿泽。每周六都会前来待一天 ，OK。哇，你这是个什么生物啊？一只巨猫。
您是第一次看到云朵黄鼠狼吗？哦，这是个黄鼠狼啊。哦，好像还真是啊，长得很可爱，富耳，饭量也很大。看看他卖些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他是卖地板的，扫帚可快速移动。哦，我的妈！玩真的，我把那个扫把也买了。哦，果然是这样吗？但这个速度稍微有点慢啊，还是用这个魔毯。啊，6666666，我早就想搞一种东西了啊，因为走的真的太慢了。我还买了一些地板和壁纸，给我们家稍微装修了一下，看起来就雍容华贵了很多，不错不错。那么今天视频呢，我看一下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啊，咱们就先做到这边。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，不要忘了点投币、分享三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会。拜拜。